Thank you.
Thank you.
好
老师，今天可以待到几点？今天礼拜一啊。对。大概6:30好了。6:30以前要走。对。好，谢谢。
先 key 进去 SVG 的这个指令之后，再去设定，对不对？就是它有个 S 跟 Y 那个东西，那是要自己 key 进去的。对，然后不要超过这个。对啊，那个要 key 进去的。那个是经验值，二三零六十，那是经验值。最好把它背起来。你给 S， 给 S， 但是我就知道它，但是我把它集中就对了。那个格式最好把它背起来，因为你没有时间专门推敲了。考试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给他推敲，就等于那个那个东西背起来就觉得，对啊，只能背了、啊。那报告我用别的方法。很贵哦，那个大概30分哦。一定要哦，那个图形这么贵哦。对啊。哇靠，那还非得那个，这非得要这样做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对啊所以那个开头那个字的话，是写在程式里面，还是贴在设计？我跟你用的那方法不一样，就是那个运动广场连接的。它是城市里面啊，是城市，对对对对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贴到这个地方，就可以看到。
因为他这边有。然后甚至你的直接你要打 SVG， 你要在这个看。就是我到我刚刚选，我刚刚选的。对，就是你在打 SVG。他应该是有左边是在靠边，靠边上面上。你看你选的太多了，就是。我想起来了，就是我那个，就是不是前面那个有声音。Thank you.
就是说最大的区域。它是一个肯定有的，就是说我们头要要捋一下，就是它这些组长嘛。它其实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，还有谁？我其实觉得它的号码更这一个都跟谁有关？巴黎，巴黎暧昧。那是需要长久，那是那个就是老师的用那个格子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免得去变得对。哎，那然后你记不记得插入图片的时候，没有，也没有影跟字会有两个字，会有些同学对对对，所以你要像 sales 帮我推荐，跟 sales 推荐就算你插上色，不用提。暧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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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你不是帮他，对，他不是，对，这是对。不，你说你帮他。